亲爱的同学们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冲冲教练。体检表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省运会开始了，明天我就要被关起来，一直到7号，连关7天不得出来。但是我也知道我大概是那种不可能提前释放的人，因为我们是 bug 球队，肯定会打到决赛，所以说只能跟大家告别7天了。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我是带着电脑过去的，肯定就不会24小时打比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可以在那边也进行这个剪辑工作。那我们会预计在9号，也就是下周五之前，要更新2期干货教学，请大家呢也是注意收看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线上课程《冲刺重杀》已经正式上架了。如果你想杀球重，赶紧私信我，让我教你整体发力杀得比安塞龙还重。那些已经买课的同学呢，也不要担心，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答疑工作，所以在学习群里面有问题的话就赶紧私信我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即将推出的2期干货教学以及我们的线上课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